谢谢。我待会儿那边录完了，把它拿过来，拿过来那个转一下。好的，天气很好的。你看它这个有限制，它只能录到十分钟，超过十分钟就录不下去了。对，它这个显示的时候就是。是不是我们上一把超过十分钟了？啊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对，但是那个新款的就没这问题。是吗？啊，这是2018年、2019年，2018年的情况。我这个怎么发呀？你说华为这个我怎么发？你打开那个。我手机也就打屏通了，我这个也是忘了上次那啥了，反正转啊，就是为了给转屏海平转这个。上次他回国嘛，他问过我录的，录完了我要转给他，就突然发现可以用这个。他录的就保存干嘛呢？啊，他保存干嘛？他拿去就上传到 YouTube。啊 ，YouTube， 但是我那平时也不会看的。你要看就可以看啊，反正是在里边打球的，我们之前打的。大多数场都录啊，但是我一般有时候我刚开始还录，后来发现、哎呀不忍心看，发现动作好慢，我感觉一看他就没兴趣打球了，所以我很想看。现在看是比较好的，对自己有时候说了的话啊，你说哎这个怎么是个莫名其妙的，你看一眼是啊，然后他们有人把自己赢了的切出来，反正想干啥都行啊。那天群里不是在那儿争论那个啊，那球出界不出界吗？就是录下来以后，再回去看了嘛。大家都很认真。上，我刚下，你上吗？你要没事，没事，我这打慢点。今天怎么样？也许机坏了。好了。啊。刚才那球打了有点，但是球就要打多拍才好玩。对、要不你不出碳，就是要不一两拍就决，两或三四拍就决定啊，就结束了。对、而且呢，就是大家就配合好些，就轮换起来就比较好玩。没有，主要是两个人能力差不多啊，你才能轮换。对，如果能力不好，一个搭档能力不好的话。啊，没个人法，他打法像一样，哪有人法？是。哎呀！我大有用，我想了一下，这个没人。其实我觉得16个人2个场3小时还行，大家都运动量都还可以。没有，主要是你找到差不多对手的水平，那其实没问题。哎呦！小心！哇塞！我操！你小心别崴到了，把那抹一下，要不一会又滑到了。人员擦一下，擦一下那。没事。刚才那个球，你要是来个滚网过去就算了。
这么有爆发力。打到十六个人，打到现在还只剩下十二个人。上了，上。阿月，这有两个。